就他被虐最多也就是四六，而且动手，但辅助先来，六九这里交闪，感觉有机会跑吗 ？Q 三没机会了，我操，这辅助闪现想 K 头给卡利斯塔吗 ？OK， 还给 Impact 了。哎呦，这一波的话很稳啊 ，TL 这里，但也多浪费了一个辅助的闪现嘛，套波不亏。再换，解开六级，这不没双招，卡利斯塔还敢跟套波对线？为什么不亏？因为这波套波会现杀，所以说不亏。你们看着吧，就，你看这俩人还不走，装什么？杰克上去划他吧。一个 Q 中了，直接 W 开扫，不用玩，滔搏下路，哦不是 TL 下路根本不会现杀了，说了，双杀，不会玩，我都说了，为什么不亏？不是这一波他敢不坏线，还敢打？硬派哥，猪妹有大招吗？猪妹这大招好像是没有的。哎，冻结住了，硬派个什么意思啊？吸住呀，上票。毛凯在疯狂指挥，兄弟们别送，兄弟们别送，我五十二刀。嗯，要逮三六九。有闪，有位移，有水银血吗？没有了，这波要遭控死了，完蛋，六九哥，送了，还好卡利斯塔 K 人头了，好 K。左边谁拿人头都不行，就卡利斯塔拿了行。因为他 C 不了，一套又冲得很前，杰克尽管被打掉，但这里猫凯完了，杰克倒了。滔搏这一波四打五不会也想打吧？气泡到了，我操！猫凯给大六九有闪。滚上来，闪现拉开，这不没问题。小蓝又站出来了，一个扯两个，银牌哥也要被恐惧，银牌哥也进来送了，没问题，套路四打五赢呢。贵，给娜美送吗？哎，这一波我给娜美送了。哎，扯到了六九，不能扯到了小天，小天拱上去了，出了自己一阵，小天被逮住。六九赶紧过来救我，杰克侧面直接射卡利斯塔，卡利斯塔被打转线，这波过路基金没有砸到三六九，不是没有砸到杰克，杰克还在操作，小波跳上去跟一百个一起在侧面，小波这波闪现没有躲掉大招 ，TL 这边胆子都很大，但是操作的话确实，都玩的都很勇，但是操作确实还可以提升。绝对勇士啊 ！TL 啊，就都说比赛不好看是吧？哥们儿来就打，逮小炮，小炮没闪没大，撞下来死了。See you again， 甩狙，哎呦有水银血，这哥们儿组位还可以。娜美 RW RQ 终结，带走，没了。三龙领先五千，随便玩玩，真的。这里来送了，这毛凯真五千血吗？导播你看一下，他是不是看错自己血量了？我们看着他就两千，他可能是觉得自己五千血两百双抗啊。他波波走前面吸所有技能，小包这里在干嘛？北美赛区第二名是谁呀？真打不赢 TL 吗？啊，北美赛区第二名到底是谁呀？我跟你说，北美这哦不 ，TL 这五支最猛的，我已经看出来是谁了。就 TL 最猛的，绝对是下路这两个，上路是最稳的，中野绝对是那个搭配。哎呦，有血手没辙。第二名 Fly 哦，已经走了是吧 ？OK。哇，这四风龙还是挺变态的。哎，这里 AD 怎么嘎了？二十六分钟第一把结束了。
小包这个 W 也按不出来吗？小包这种 W 都按不出来吗？已经被打昏了 T 啊，滔博可能在想怎么感觉比 Flantic 打起来要轻松很多，很轻松，好吧，哥几个稳住，赵信一个打两个了呀，还是赚了，有踢的，而且人头是兰博拿了，还是赚了。小天要入侵，提前干克啊！预判你的打野在上 ，Impact 这波绝对会嘎啊，有意识的，还是会死吗？看着啊，黄牌定住，伤害够的，有征服者杀了。杀了 ，nice！ 这兵线兰博崩了呀，这兵线兰博崩了，好抓，2-0了。哎呦，这小火龙，你看他好狂啊！我操，他是真来劲啊！给我杀杰克，好的，没闪的，但泰坦有点燃啊，杀不死。赵信来了，直接来越小天，没人的，干了吧！捅到了，小天捅上去，没问题，死了。但是龙王来了，龙王来了，杰克直接一个 Q 就终结了，没问题，再送 ，T 要再送，想下班了。双龙组合玩的都很晕，但是这一波要虐369，虐不掉吧？银牌哥这个一的很好，而且卡牌的血量有点低，69怎么一出门就是空血啊？完了呀，69这波没闪，有虚弱也没用，死了，大招都不需要用了，这样。哎，哦，直接来捅兰博，兰博闪现差一点呢，有 gank 到，兰博交个大招没用，给69人头，赵信没 K 着 ，OK， 给69人头。中路飞机也是有位移的，根本不可能死。龙王大招就这么给了，到底在干嘛 ？T L 这里，这小火龙，不是这小火龙到底在干嘛？就感觉他玩的好帅，但是每一波技能全吃。两个都死这儿了，就死一个 Mako 没问题，很赚。南博这个大招撒的也一般，红温上去火烤，有魔杠刀的，魔杠刀可以拖一会儿，杰克也死不了，龙往里喷吧就。哎！啊！这谁的 TP 啊？奥恩的。闪现过来撸，抓我的贝壳，但是还有 TP， 没问题，再撞下来就干就完事了。你 TL 这阵容凭什么跟我一直前期干啊？来了。小天有闪一个大招以后直接回头捅，你装什么？你什么阵容跟我嘻嘻又哈哈？龙王被奥文单杀了，没空。TL 这个阵容是玩前期的，原来不闪。我靠！塞拉给个大没问题，六九还有闪现，闪现躲避。但是侧面拿了一个，这个谁？
那打个一换一，正面还能杀一下泰坦，没问题。啊，没杀着，飞机不在的，这不，那给你个人头呗。战略点都出来了，我靠！小天什么情况？小天，这松了呀！小天胆子也太大了吧，直接走泰坦脸上去了。哎呦，卡牌一个 QQ 的大的，中路还能带小火龙，来劲！这里银派可也来劲，龙王继续来劲，一个勾想勾小天，但是勾到 Miko， 不管是勾 Miko 还是小天都很肉，没用。挖掘机来侧面观察一下，这波我不能再观战了，我要主动出击。这里打在 Miko 身上跟挠痒痒一样， Miko 还有半血，大招也还在手上，一个大招一捏，毁天灭地的羊奶咚撞两个。这里再飞小火龙，小火龙用闪的就飞你 Impact， Impact 没闪，飞机砸一套，剩一滴，原地开中亚等等着卡。回头红温烫，谁也烫不死。小烈闪现上来收龙王，还剩下最后一个小火龙，比上局还快啊！泰坦过来抢大龙，大龙抢到了，一万三呢，勾小天嘻嘻又哈哈一下，我也就挖过来刷点伤害，后面直接踢了两只，滔博说我真的想发育，对面一直送啊教练，根本就守不了 TL， 现在这小火龙应该连225层都还没到，好像到了，小火龙好像225层了，但是哪个赛直接早秒飞机顶着小火龙伤害把小火龙秒了，23分钟 Impact 闪现换，想换一只没换掉， GG， 恭喜滔博3-0带走 TL， 恭喜滔博挺进，挺进下一轮，还有一把，还有一把，那又怎么样？下路啊，369六级的鳄鱼两段一，还有个闪现，这样子的话闪现能捏着龙王，赶来支援没用啊，滔博这么可以接啊，龙王大招撒诺蒂的一瞬间自己也没了，为杀了一个还剩不了六，这里什么情况，金也送了，加你可以，我加你，你叫啥，一会儿吧，一会儿看完比赛吧，好吧兄弟们，现在有比赛画面的，喂，又嘎了，还交了闪，记了，真记了，杰克啊，要被喂蹲呢，这里感觉不好跑，不好跑了呀，红鹿咬住人头被终结，只能说再多玩一会儿呗，炸药包，哎呦，小来哟，鳄鱼闪现用了大招没用，都早秒了，GG，3-0。我上我，这不行，为什么不行啊？3-0谁上都行啊，你们的意思我有可能赢一把是吗？那我也不赢，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上我也行。
来了，六九绕后全都得使，进闪现没有撞墙，一波精彩的操作。来了，北北弄他北北，我靠，摸头了北北，现在摸头了什么呀？对面怎么这么重啊？龙王踢过来抓六九，六九没机跑，有点 timing 吗？鳄鱼，鳄鱼还有红鹿留在手上的咬住，这样子的话六九应该是有点难跑了。哎，龙王的大呢 ？OK， 不用大也把他杀了。哎，交了一个死亡机跑，无所谓。我明天直接是自定义干。五打五自定义的话，大概在八点钟左右，兄弟们，八点多吧。因为傻子可以和那个小段到家就要八点多，就要八点钟，都不休息了。他们已经很努力了。哇，硬把杰克艾杀了吗？还剩一只。那就等小段了。小段说要八点。这比赛确实没有什么悬念了，3-0了，差距太大了，我操！火炮往上滑，直接把龙王打成半管，飞机往前肿。龙王这个大招大的一般，双 C 都没有吃到伤害，飞机一个 R， 进什么情况？这进，哎呦，再吃一个导弹直接走了。恭喜特波3-0，挺进下一轮。TL 也是可以感受一下成都的美食、成都的风景、成都的好吃的。哦，不对，还有一轮吧，应该没有被淘汰吧？还有败者组对吧？恭喜特波挺进下一轮，非常轻松。